立正，站立，加坐。啊，咱在座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学员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很欢喜，搁有这个机会来个遮，甲咱大家熟悉，甲咱大家来开讲这个有关台湾的语文的这个部分哈。啊，之前咱几若期我嘛来过几若届吼，我今仔做一寡调整啦吼。之前拢会讲到这个黄春明的部分吼，啊，这部分我想讲今仔就无要讲到伊遐，今仔咱时间嘛真有限吼。啊，咱今仔日特别来针对这个台湾吼的语文，特别是针对台语这部分较少的部分，啊，咱来针对伊的一寡到底要哪读要哪写，啊，伊的历史是安怎来做一个介绍。啊，先说呢，咱嘛先说甲咱厝边。用韩国、越南，人安怎甲因个母语甲恢复倒来，甲退倒来，啊，咱甲推广出来，哦，因个一个经验，互咱做一寡参考吼。所以咱等下呢，接下来一点外钟个时间呢，咱针对即个台语文学、台语文字来做一寡介绍吼。台生呢，咱先来请教各位吼，啥物是青面牛？咱台语讲青面牛，北京话讲文盲，吼，啊，啥物是青面牛？在座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的无？有的请举手。我想是大多数，咱想讲，我哪会青面牛？至少上无哦，较早读册时嘛学过中文嘞，英文嘛加减捌过嘞。我想可能无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啦。哦，啊，当然咱得爱看讲青面牛的定义。哦，那讲较算是青面牛。哦，咱若讲青面牛，一般人讲啊都唔捌字音，哦，唔捌字就叫做青面牛。啊，这个字捌字是爱捌什么款的字？哦，啊，若总讲唔捌家己的母语的，会读写，家己的母语要哪读要哪写？譬如讲，讲合法的，讲台语的，讲原住民的话，啊，无论咱是台语、客语还是原住民的话，拢共款，这是咱台湾的语言嘛，吼、哦。诶，啊，你家己的母语若袂晓读袂晓写，安尼有算过？虽然讲你的中文足好，甚至讲日文、英文拢足好个咧，啊，毋过家己的母语煞袂晓写，袂晓读。啊，安尼有算还是无算？哦，所以呢，青面牛文盲的定义呢，要看咱是安怎来定义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咱现处是真侪人拢是母语的青面牛，包括我以前呢嘛是呢，我读大学以前我嘛是母语的青面牛。虽然讲吼，啊以前学过中文、英文，佮到读大学接触到台语文以前，台语安怎写我嘛袂晓。虽然自细汉拢伫台语的家庭大汉呢，毋过呢。安怎读安怎写，甚至讲啊，台湾过去足侪文学作品用台语写、客语写，我拢唔知呀。所以伫大学以前吼，因为过去着咱知，咱的教育是啥，完全是去台湾化的教育嘛，互你看袂着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文学、台湾的拢看无嘛，拢是大中国的教育咧，所以对家己的历史煞无了解咧。啊，是一直到甲大学吼，用台语写了，斗，才开始发现哦，原来台语。啊好，客气啊好，甚至原住民话嘛是会当读会当写嘞，啊，才大大去找出遮一寡相关的资料吼。啊，过来，咱个请教在座各位朋友，有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个无？啊，爱人问别人，个爱人问别人么？才够人讲，敢有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个？无人啦，我想在座无人，佮只够越南人，我哪有可能变越南人对无？一定拢是安尼想啊！啊，为什么我变来问？各位，咱想看卖，为什么咱会认为咱是台湾人，毋是越南人？是啥物原因，互你造成？我哪有可能是越南人？是啥物原因？哈、啊？啊、哦，真侪，真侪，我想是真侪原因会互咱造成。啊，我都台湾人啊，毋是越南人啊咧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来探讨的，就是讲，除了这个，咱等下要来讲台湾语言的这个历史之外呢，咱要探讨嘛是语言甲认同。有个人讲啊，这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甚至原住民话，啊，翘起较要紧。啊，这语言死去啊，拢用北京话就好啊咧，敢有要紧？啊，啊，那真要紧哦，当然嘛真要紧。啊，啊，安怎讲呢？因为这就是语言甲认同，甲国家认同嘛是有相关呐。哦，啊，咱再来先简单来讲一下，讲语言认同伊是安怎形成，国内认同。为什么你会认为你是台湾人？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，你嘛袂感觉讲你是柬埔寨的人，还是讲菲律宾人？
袂啊。哦，虽然讲咱即摆嘛足侪足侪人为越南过来咱遮，哦，啊大大伊嘛可能变成未来新的台湾人咧。但是咱在座，我想无人会认为家是越南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看，互你会认为你是越南人、台湾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，上主要原因拄只真侪朋友嘛讲出真侪无同个理由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看，咱当分做客观的条件、主观的条件，有两大方面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啥物是客观的条件？客观的条件，譬如讲，咱只嘛讲着啊，譬如讲血缘，啊，你阿公阿嬷老爸，有甲越南拢也无关系啊，血统上也无啥物地带咧，哦，这个时阵，你可能就袂无代。譬如讲，你生出来，敢有讲雄雄讲，哦，我认为我是非洲的，诶，啥物斯瓦希里的人，还是讲非洲的坦桑尼亚的人，袂啊，一定拢是有关系嘛，一定有一挂历史的渊源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伫血统上，诶，有可能会影响着。诶，凡是譬如讲，咱即摆真侪人有去娶即个越南人，吼、哦，一通婚了呢，伊个囝子是说可能，伊讲啊，阮妈妈是越南人，所以我嘛是越南人，嘛有可能未来有这种认同啊，啊、哦，迄就是因为至少有一半，伊血统是越南的嘛。但是你若对着现在座各位，我想，啊、哦，你的爸母无人是越南人啊，所以呢，伫血缘上就较无地带，较无关系嘛，吼、哦。过来。客观的条件内底，佮有啥？徛做伙，居住地，因为咱台湾拢住做伙嘛。啊，你佮越南算是还佮有几啊千公里远啊，坐飞机嘛要两三点钟才飞会到咧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就感觉啊，咱较无共，无共国嘛，无共种，哦，就至少有遮个距离。所以居住地大个所在，徛起个所在，嘛是伊个客观条件吼。佮、哦、来风俗习惯，越南佮咱台湾的风俗习惯。有一部分共，有一部分无共啊。比如讲吼，咱过旧历年，伊嘛过旧历年呢。哦，啊，咱有肉粽节，伊嘛肉粽节呢。咱食肉粽，哦，虽然做个外形无啥共，但伊嘛食肉粽啊。啊，咱有中秋节，伊嘛中秋节呢。有部分共款，但是嘛无共个啦。哦，有一挂文化是无啥共个文化咧。哦，啊，就是因为有一挂无共，而且是足济无共，所以伫风俗习惯顶头，咱就较无啥共。啊、哦，所以咱就感觉是无同的族群的吼。过、哦、来语言，像我拄只讲的越南话，表示诶，各位听无，所以语言嘛是足重要的，伊一个客观条件，造成你语言即、這个族群的认同无同吼。啊，过来宗教，宗教即嘛是关系，譬如讲以色列人，啊、哦，为啥伊那遐强以色列的即个国家的认同，啊、哦，甲伊的宗教嘛有关系的，哦，等等，啊、哦，咱能看出讲。一个族群，你会认为你是台湾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、越南人，哦，伊的客观条件是有真侪啦吼。啊，当然，这客观条件，你是互相比较的啦，就是你爱有至少有一项，甲人较无啥共，安尼才区分出无共的族群出来嘛。啊，你若完全拢共款的时阵，你哪会个认为你是无共的族群，就较袂啊咧。啊，除了这个客观条件之外，佫有啥？主观的条件。主观的意识就是讲，有这个客观条件了，我感觉我是台湾人，我感觉我是中国人，我感觉我是日本人。哦，你有主观意识，你认为是安怎嘞？啊、哦，啊，过去咱大多数的人受到的教育拢是安怎？明明咱台湾甲中国有真侪客观条件是无啥共的呢，但是呢，咱的教育顶头硬要叫咱就是安怎认同咱做中国人啊？伊要自细一直给咱灌输嘛？哦，啊，要予咱变成咱主观意识上会甲中国共款的，啊，这就是透过教育伊要灌输迄个中国迄个意识哦。啊，所以你这个主观意识通常呢，拢会是你的客观条件顶头呢做基础，然后你有一主观意识出来。譬如讲越南人，甲咱台湾大无共啊。虽然讲咱讲边边拢有食米，哦，啊嘛有食米粉哦，越南嘛有食米粉哦，啊嘛有食面，也是讲有真侪文化是共。但是佫愈侪是无共个，所以呢，伊越南，伊认为伊是越南人啊，伫种族顶头，伊是认为是越南人，佮咱台湾是无共，佮中国嘛无共啊，哦，所以通常，这两个结合做伙了呢，经过一段久长个历史过程了，你这个族群意识就足强个啊，哦，咱是无共族群个人，啊，这种个情形呢，其实是不只是咱亚洲啦，伫欧洲嘛共款啦，哦，就讲你族群意识。的形成拢是由主观、客观的条件。
啊，咱来想看卖咧吼，咱即个客观条件内底，比如讲咱台湾甲中国，吼、哦，你若要区分，今仔日若总有一个中国人来甲台湾，伊若拢点点卖出声啦，啊，你看会出伊是中国人个袂？啊、哦，基本上面貌差袂介济，尤其你若中国南方个，比如讲若为广东、福建吼、哦、较南边遐个人来，你敢会分得出伊是中国人？伊若卖讲北京话的时阵，你可能分无啥会出来，因为咱皮肤拢黄，你也无像讲美国吼，伊有黑人甲白人的差别。哦，你黑人、白人，反正你皮肤色虽然讲拢讲英语，但是呢，你皮肤色无同，伊当真紧就分出来了。啊，但是台湾人甲中国人，甚至甲越南人，皮肤色拢差不多，差不多呢。比如讲，咱即卖足济为越南过来遮，而且是为越南来遮做工、拍工的劳工，越南劳工，伊若拢卖讲话。你敢分得出来？你嘛分无啥会出来呢？哦，因为恁清查，咱即摆清查拢差不多啊啦。咱足少会像讲过去讲原住民哦，伊阁有原住民来清查哦，还是讲有啥物阁有啥物无共个传统个服装。咱即摆即个现代拢嘛是，若毋是大润发着家乐福，啊，不着一般个店买个，啊，迄逐个人穿个拢共款，拢共款工厂做出来衫呢。哦，所以呢，咱真济物件其实拢愈来愈共款啦。啊，你讲饮食。啊，包括譬如讲，你要哪分得出讲客人甲荷兰人算不共？啊，有人讲啊，客人过去拢穿个蓝色个迄蓝布个衫，哦，爱食迄种绿茶，食迄种绿茶，哦，嗯，啊，即摆绿茶迄家乐福、大润发嘛拢有咧卖呢。哦，啊，你蓝衫有几个人客人佫真爱穿蓝衫，啊，穿蓝色个衫，所以你一般穿差好各方面其实拢看无啥会出来。唯一较大个差别是啥？纯语言。伫台湾的这个情境内底，敢若语言较大个差别。哦，你无像讲美国吼，咱倒过来讲哦，黑人、白人，伊有皮肤色个无同呢。但是伫台湾时阵，你要甲中国人做区分，要甲越南人、甲日本人做区分，上明显上会当区分的是啥？纯语言。纯诶，你足歹个，所以你要看咱1945年以后，甚至包括即1947年。二八事件时阵，咱迄当时安怎区分中国来的阿山啊，或者是在地的台湾人？看伊安讲台语无，看伊讲日语无嘛？用台语甲日语去甲区分嘛？哦，安尼也是中国来的，遐一定是99.9%啦，除非讲少数特殊的情形，若无伊台语日语拢袂通嘛？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变成就讲，伫咱台湾的这个地内，这个情形内底呢？语言变成足重要，一个族群啊，或国家啊，或伊个一个区分的一个要素。啊，当然这是看情形，有诶情形内底呢，啊，就像讲像美国伊虽然讲黑人白人讲英语咧，啊，伫语言内底可能对着较无遐重视，啊，伊变成伊皮肤色较重要。但是伫咱台湾甲中国伫亚洲这情形的时阵呢，语言变成是较明显，虽然当区分出无共国啊，无共族群的一个特征啦吼，啊，这个语言甲认同呢，啊，就是讲，当然，唔是讲你讲某一个语言，你认同就一定是安怎，哦，无100%，但是呢，是有帮衬的呢，啊，因为语言咱就讲，伊是一个客观的条件嘛，哦，客观的条件就是讲，你若有这个语言的时阵呢，对伊的这个认同是有加分的效果啊，啊，当然要出到迄种较背骨的、较反骨的吼。迄嘛是有咧，哦，特别是，譬如讲选举时，咱特别会当看到，一个明明伊都是无要认为家己是台湾人，认为家己是中国人，甲选举的时阵，伊嘛讲啊，用调工要用台语讲咧，要甲你骗选票咧，哦，啊，无就用客语讲咧，哦，但是选了的时阵呐，特别记一下，迄种内情足侪，啊，迄种内是安怎？伊对因来讲，伊是甲语言利用尔啦，你利用语言要来摕到伊好处。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语言跟认同呢，基本上呢，是有加分的效果啦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你若是真心认同这个语言的人，哦，来自细汉就是讲这个语言的呢，你对伊认同是较深的，对迄背后迄族群的文化，诶，认同是较深的吼、哦。但是你若是后来较学的呢，迄就无同啊。啊，譬如讲对着遐一挂，啊，包括譬如马英九也好，林郑也好呢，迄只个人呢。哎、欸，伊用台语是安那？讲较白是要骗选票尔。哦，伊用台语，
台语对来讲是一个外语呢，是一个无共族群的语言啊。哦，啊，这个语言对来讲是啥？伊目的是要达到伊的目的尔嘛，达到伊的摕到伊利益尔。譬如讲，从过去，啊，咱学英语啊，吼，譬如讲我这个硕士博士我是伫美国读的啊，啊，要去美国读册进前，我着安怎？爱加强英语啊。所以英语对我来讲是啥？是一个外语，是一个交通的工具，是要达成我会当去读册留学我的目的尔嘛。但是我摕到学位了，回来了时阵，英语对我来讲，迄是个工具尔，迄毋是文化的认同啊。但是母语就无同哦，哦，咱家己的母语，迄是文化的认同哦，迄是完全无同的两回事啊。哦，好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咱来区分吼，就是讲外语哦，外国的语言也好，别个族群的语言也好，甲家己的族群的母语呢，迄是无同。哦，族群的母语呢，伊毋但是干呐交通的工具尔，伊嘛是文化传承。一个媒介啦吼，啊，这甲文化有啥物关系呢？咱举一个例啦，啊，譬如讲，咱台湾是食米的民族，所以咱台语的语数也好，客语的语数也好，同款吼，有真侪词是甲啥，甲米有关系啦。譬如讲，人讲碗粿、菜头粿、油葱肉丝粿，吼，还是讲红木粿，有足侪种的粿呢。啊，请问你若粿，你要翻做英语，你要哪翻？咱就甲翻做粿尔嘛 ，the Taiwanese 粿，哦，台湾的传统的 cake， 哦 ，traditional Taiwanese cake， 你就甲咱翻尔嘛。因为粿是甲咱文化关系啊，但是你若捌台语人，你直接讲，人就随听有咧。过来像讲，咱是食米的民族，所以咱有分做饭甲糜，对无？咱饭甲糜，咱有专有的名词来去讲糜这个物件，讲饭这个物件。啊，糜咱毛分呢，水较济甲水较少。有啥物讲？嘿，暗糜啊，甲烤糜对无？嘿，暗糜是啥？暗较侪，就是水较侪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若烤糜是水较少，较烤个啊。所以你直接讲暗糜甲烤糜，就随知影。伊咱个生活内底就有迄个概念嘛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若甲美国人讲，我要食暗糜甲烤糜，你英语要怎讲？咱只敢有英语老师？你得解释较久啊，对，你得爱去解释吼，叫做啥物？rice， we'll cook rice with a lot of water， 哦，足侪水的饭，哦，也是讲足少水的饭，就是你啊解释较侪就对啊，吼，啊，这是大家语言本来就是甲伊文化是结合做伙，同款啊，咱卖笑美国人，人美国人是啥，啉牛奶、食起司的民族咧，哦，所以人有足侪啥物 burger， 啥物 cheeseburger、hamburger， 对无？人足侪种 burger 啊，啊 burger 是啥？你嘛足歹翻的啊！有的人讲吼，啊，伫台湾挂包啦，就迄个呐挂包同款啦，啊，叫美国挂包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 hamburger、cheeseburger 叫美国挂包，哦，啊，当然这是无完全同款啦，吼、哦，但、就是本来就是讲语言甲文化是互相对应的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若是语言啊消失的时阵呢，无形中你足侪文化嘛是对你会消失的，哦，好，啊，咱搁翻头转来，吼、哦，咱拄则讲的就讲语言甲认同是真重的，吼、哦。母语啊，除了是交通的工具之外，嘛是文化传承的真重要一个媒介。啊，真侪人讲啊，语言会通就好啊。所以讲啊，母语巧伊嘛无要紧，迄无共哦，迄是无共的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过来，咱讲到这个啊，第二个观点就是讲吼，咱创作的时阵到底要用啥语言？当然，我想在座大多数细汉的时阵，拢是受中文的教育。所以包括咱台湾的足侪作家，虽然明明是台湾人，但是伊嘛高不如中，才用中文来创作。当然，这是因为过去的外来统治，中国国民党来到遮，伊实行中国化的教育，无爱让咱用家己的母语书写，所以咱无法度嘛，只有暂时用。但是当咱有机会选择的时候，咱应该是安怎？应该恢复用咱家己的母语啊，讲台语的你就用台语，讲客语的你用客语。讲原住民话，你得用原住民话去创作你家己的母语的文学嘛，啊、哦！但是呢，咱即卖听侪作家呢，啊、哦，包括像即个进前我甲有冲突的即个黄春明、黄鸿明呢，因的想法就感觉讲，无，咱袂使用母语，嘿，讲恁即个用母语书写拢不伦不类，咱得爱安怎用中国话就好，用中文，啊，伊讲啊，较侪人看有，较侪人听有啊，我奇怪，啊，若要较侪人看有吼。
啊，无咱用英语上好，全世界拢看有，各国嘛拢有讲英语，对无？包括迄个啥物陈若瑟，迄作家讲，嘿，嘛伫遐讲吼，讲啊，着用中文啊，我讲啊，那毋用英文，伊讲啊，英文倒，迄外族个话，也毋是我个母语，我讲共款啊，啊，中文嘛是外族个话，也毋是我个母语啊，啊是安怎？你大家叫我放弃我个母语去用中文，哦，你若讲你个母语本地是中文个人，哦，咱尊重伊嘛。但是你嘛要尊重原地用台湾语言的人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咱台湾人的作家爱靠骨气，用家己的母语来书写。啊，当然伫过渡期内底，你暂时无法多无要紧，但是为即马开始来学嘛。我嘛是学生时代，大学的时阵开始学的啊。我以前嘛袂晓呢，我嘛是学大学的时阵，用这个台语写，才开始哦，原来台语也写字，哦，才开始学台语，甚至才去学客话。哦，有客气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台湾人就爱有骨气啊，哦，你讲过渡时期无要紧，咱斗斗来，将记录要爱恢复个，咱家己的这个母语的书写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个咱台湾话呢，当然包含着这个客家，哦，包含着原住民，加这个台语，这拢是咱台湾的语言，哦，好，这部咱就先讲到这哈，啊，过来呢，那讲啊，什么是台语文学？啊，台语到底是要怎写？我想真侪人拢有这个疑问吼。台语文学当然真简单，就是用台语来书写。哦，啊，什么是客语文学？客家吼，用客家的文学吼，还是讲客家发的这个文学呢？那用客语来书写，当然就是客语文学嘛吼。啊，即卖呢，咱台语要怎书写？台语到底是要怎写？哦。目前呢，咱台语的写法吼，大概有三大种啦吼。第一种是全部用汉字啦，哈，全部用汉字来书写，哦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全部用罗马字 A、B、C 罗马字来书写吼。啊，佫一种是汉罗合音，就是汉字佮罗马字两个南的音，叫做汉罗合音啊。啊，咱即摆来做一寡例，各位看一下。全汉字书写呢，即过去。传统上咱叫做歌册啦，吼、哦，歌册这种用法吼，譬如讲像这個，啊，这个歌册呢，咱放个大，和弦网啊大阵歌，吼、哦，伊这个和弦，伊就用安尼和弦网啊大阵歌，啊、哦，伊讲，像这呢，什么歌啊遐趣味，未念先甲恁通知啊、哦，无论啥货有性地，和弦网啊起冤家，哦，像这种呢。过去啊，用汉字来书写这种歌册，也是古早歌本的啊，这种的用法啊，这是较早的做法啊。啊，当然，即卖有的人你写现代白话文时，有的嘛参考这啦啊。当然，全汉字的嘛有人写，但不过呐，即卖就市面上哈、啊、出版的这台语文的文学作品来讲呢，愈来愈侪拢是用汉字，因为你全汉字来书写有一寡问题，有当时啊你写出来呢。每一个人选择拢无同，一个吼伊较爱用这个汉字，啊，迄个较爱用迄个汉字吼，啊，写出来拢无同。啊，有诶甚至讲哦，伊是啥物声文学、音文学，还是训诂学诶大师呢？啊，伊吹出来本字嘛无同。譬如讲佚佗要哪写？哦，无同诶专家吹出来佚佗都无同诶。啊，即个要安怎？啊，着相拍去冤家啊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尾啊，大家有一个讲哦，讲安尼啦，若无问题，有共识诶。啊，咱就用汉字无要紧。啊，若无共识个呢，唔知要哪写啊？佚佗你都找无本字个呢，咱就用罗马字。哦，啊，所以才有汉罗书写会出现，就是安尼。哦，汉罗书写亲像即个日本卡甲汉字吼，南州个书写即种方式。哦，啊，有个人讲台语哪会找无汉字？逐个书拢嘛有汉字通好写。各位唔通袂记者，伫整个汉字文化讲，古早是拢是用啥？拢用文言文尔，伊是无用白话文的啦。古早无咧用白话文，包括北京嘛同款，客话嘛同款，汉字文化款足侪个，包括越南嘛是同款。古早是用文言文书写的，所以文言文是一种无要表达着你的口语的一种文体啦。所以你足普遍，所以你佚佗你都唔知要哪写，因古早伊都无咧用佚佗这种白话书啊，啊，伊可能讲用游山玩水，用安尼尔嘛。但是迄毋是白话啊！啊，你即个是现代要用白话来书写的时阵，你着无嘛？
无你得按呐进行标准化的工课，爱家建立即个标准化的一个标准出来。所以中国呢，因近代伊个清国晚年的时阵，啊，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因就开始咧做北洋的即个现代文的书写标准化啦。啊，伊嘛是安呐，经过规半个世纪呢，到个1945年以后，较算是中文的现代化的即个推广甲书写才建立起来的。啊，无你若是早前的时阵，各位恁若出面100年前，你甲找乌色也好，其他遐鲁迅因遮的人也好，中国遐早期的遐人，伊的写的白文，甲咱即摆写的白文看有共无？甚至伊无共人之间用的迄个词，譬如讲我们，咱即摆拢正简单，像我们安尼写，伊过去我查吼，伊为啥无门呢？无啊，哦，迄个无，迄个一个五，佮一个靠，迄个无，哦。啊，话是迄个门呢，无人字旁诶，无人字边，敢若是一个门诶，门口迄个门诶安尼。过去伊嘛作侪种无共诶写法，但是尾啊，为啥奈一直真简单？来台湾了，为啥一直啊？国民党请甲你啊，要学毋学？吼、哦，你大概学一套嘛。咱自细汉为幼稚园、为国校啊开始，你着爱学迄套啊，为波波门开始学啊。所以标准化是安尼建立起来呢。啊，无过去诶时阵。中文的现代文书写是当时才开始有受到重视。五四运动以后呢，乌色的五四运动当时1919年呢，才90几年前的代志尔呢。哦，啊，咱拢是叫是讲啊，中文自古都拢有现代文的书写，无啦，古早是文言文尔。所以白话文拢差100年前才开始建立，包括日文同款呢。哦，日文因的现代标准化嘛是拢差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建立的。啊，咱个翻头转来，啊，咱台湾是安怎？歹运啊！咱拄要用咱个台湾话文来建入现代化、现代标准化个书写个时阵吼，拄着日本政府来，啊，战后佫拄着中国民党来啊，所以差100年啦，我失去迄个机会，迄100年吼，咱无法度当家做主啦，无法度做家己主人，你着无法度决定家己个文字啦。啊，日本时代你着爱学日本啦。啊，中国党呢，就中国国民党来的时候呢，你来学中国文啊，所以咱浪费100年的时间，是安尼。所以我等下阁会补充，伫日本人要袂来，咱就已经有台湾文啊，哦。好，啊，咱即摆看，这是即个歌册，即嘛是日本时要袂来进前，咱就伫用的过去的即个歌册写法吼。啊，阁来另外一种，就是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。啊，即种呢，话叫做教会罗马字，还是叫做白话字？即摆我拢甲叫做台湾字啦。啊，即种呢，咱看卖像这呢，这标题是啥？啊，又看卖，讲哪位？又啥？创世纪哦，厉害！啊，你来吧，无简单。啊，你教会的朋友吼，真好吼，礼拜，恁教会阁有传落去。这呢，创世纪吼。啊，这是百外当前咱台湾就伫用啊吼，啊，这咱等下阁会详细介绍。所以呢，简单讲就讲，咱台语有三大种的写法：全汉字、全罗马字，也是讲汉德啊。啊，全罗马字的，咱等下阁较详细来介绍这个文献吼。啊，汉德的部分呢，咱来这个互各位试看卖吼。这是这个陈明仁所写一首诗，叫做《故乡的残垣》啊，《故乡的残垣》吼。啊，各位看到这个衣顶头滴一个帽啊，这个读做啥？爱读下哦，你唔通读故乡衣残垣，吼、哦，唔是衣残垣哦，是下哈、哦，这个读做下哈、哦。啊，有个人讲，啊，英文内底这唔是读做衣呢？啊、哦，这读做衣啊，为啥奈读做下？我相信真侪人有这个疑问，我过去嘛有这个疑问，但是呢，爱提醒各位，迄是咱以前英语老师甲咱教了歹去。就是讲吼，这字呢，伫英语内底读作 E 对无？是咧念字母的名称 A B C D E， 迄个字母的名称叫做 E 啦吼。但是呢，伊若真正发音的时阵呢，大多数拢是啥？读 A 啦吼。譬如讲，鸡卵你是 E G G 嘛吼，咱是读作啥 ？Egg 啊，你敢会读毋讲 Egg？ 袂嘛，你若念 Egg 是你发音唔对呀。所以呢，这字读作 A 啦。哦，啊，咱会误会讲，哎，读作伊，迄是伊是个字母名称。譬如讲，这个人哦，叫山，山狗，还是乐离，还是大柯的，迄是名称尔。但伊叫大柯，伊无一定真正大柯哦。迄有当时也是
一个称呼安尼尔吼。所以伊是个名称，但是伊真正发音大多数拢是读作 A， 用 egg， 还用 elephant， 大象 elephant 嘛是读作 A 啦。哦，所以这爱清楚吼。所以其实咱啊，自细汉会用台语罗马字的时阵呢，对着这个罗马拼音有概念，要学英语，要学法语，学 Spanish 是靠帮助的呢。哦，真正有帮助吼。咱等下过来看者吼。好，咱即马来看卖，这个是这个故乡的餐厅吼。啊，这是由这个单名人，单名所写的吼。咱来念看卖，够人要来试念看卖呢？有人要志愿来念看卖无？无，咱做伙来念看卖呢啦吼。来，白灵犀，脚长长。想要小少问，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？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？来，牛车路狗长长，想要小少问，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？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？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趴远，简单剩着一曲干梦花。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趴远，简单剩着满腹心酸。十五暝，月光光，照阮窗仔门。月娘啊，月娘，会当照偌远？敢会照到阮故乡的田园？哦，真好吼！真正呢，就是汉乐的写法吼。啊，当然，伊这个汉乐的写法呢，伊有春秋性啦吼，就是讲每一个人伊决定要用罗马字的所在，可能会小可无啥共啊吼。但是你若惯势看了，自然就拢无问题啊吼。比如讲，像讲想要小少问，要。有的人說，你如果要用那個玉，還是用想要，但是都不一樣，比如你用玉，用這個玉的時候，有可能我們想說我們是玉，那台語是讀作玉，如果要呢，要台語是讀要，所以那些變成都會意字，會意字的時候有時候比較不知道到底要讀什麼音，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用羅馬字給它拼出來，要，啊，过来会当飞偌远？会当哦，就可以会当。啊，会当嘛是有足侪种个写法啦。有个人写会动啦，哦，我要看是会当哦，还是讲会当哦，当啊，当初迄个当嘛是有几啊种个写法哦。啊，那像安时呢，规矩啊，无咱就用罗马字来写吼。过来飞偌远？哦，远哦，啊，咱就用罗马字来写吼。过来，敢会飞过阮故乡个田园？啊，像这呢？甘呢？甘会飞过这个甘呢？有的人也是用甘啦，哦，甘甜的甘啦，啊，有的用甘不甘的甘啦，哦，啊，像安尼呢，啊，有的人飞过，啊，无咱就用罗马字来写就好啊，哦，同款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甘呢，有的人想，啊，甘这个 K 呢，读作歌的音 ，K 甘不是爱读作科，咱唔通受到 KK 音标的误会，啊，其实呢。K 呢，伫英语内底，伊嘛是有两种个读法吼，个甲可拢有吼。比如讲吼，比如讲即、這个，甘吼，你呐，比如讲 sky 啊，甲 sky 啊，像即个 sky 时阵，咱是读啥？是读个个音哦。所以伫 K 呢，伫英语内底，其实伊个甲可两种拢有。啊，但是美国人伊无咧分呐，伊无分个甲可，哦，迄是伫英语内底伊个甲可分袂出来，哦。但是呢，伫大多数的其他欧洲的语言，包括 Spanish， 哦，啊种拉丁文、法文等等咧，个甲可迄是拢有分的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这呢伫国际音标内底吼 ，K 呢，咱拢是读作个的音啦，哦。所以咱伫遮呢，啊，咱台语罗马就 K 嘛是用个的音，哦。啊，毋通去受着 KK 音标误会，咱以前 KK 音标拢是讲 K 来读作 K， 其实毋是安尼吼。英语内底 K， 迄个 K 嘛是有读 K 甲 G 两种吼、哦，所以包括你呐，比如讲
你若拄着外人问，你甲问讲 K 是读啥，伊一定嘛是读歌啊。外人话内底 K 嘛是读歌，甚至印尼话、马来话 K 嘛是拢读歌，啊，拉丁话迄拢是读歌。啊，国际音标就是全世界语言学家、语言学家伫用的这个国际音标嘛是拢 K 拢是读歌哈。所以呢，咱唔通误会哈。基本上咱这套台语的嘛是，就是甲国际音标真共啊。啊，好，以上呢，这是这个台语的这个。啊，汉罗的书写的方式吼，咱做一个小解吼、哦。啊，有这个罗马字，伊的好处就是讲，咱记音会通记啊足准。像讲吼，啊，这牛车路高长长咧，啊，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外远，圆圆弯弯你也用汉字写，你要怎写？你都唔知圆圆弯弯要怎写？哦，所以你用罗马写上拄好啊。哦，啊，当然咱即个你若要全部用全罗，全部用罗马字，可能袂惯习，所以啊，无咱就先用。汉字个罗马字倒来用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嘛是即卖现初时呢，大多数的台语文的书写拢是用安尼的原因哦。啊，过来，哈、哦、啊，汉字合用原则就是讲，你呐有适合，还是讲有强势汉字，你得用汉字；，啊，若无，咱得用罗马字。大原则是安尼哈。好，啊，过来呢，咱对这台语的书写小块概念，咱过来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伊的历史是安怎啊？哦简单讲咧，台语文的书写，伊个白话文的书写，是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，搁较早就有啊！啊，咱即个提证据来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除了台语之外，当然比台语搁较早是原住民的时代性啊！即、哦這个时代呀啊、哦，所有的即个新疆文内底呢，哦，即伫荷兰时期伊就甲罗马就传去吧，啊，当然较可惜啦。这套文字尾也断证去啊，因为希腊也话都无人讲啊吼。啊，即摆咱来讲台语罗马字的部分吼、哦，这差不多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时阵传登来咱传去摆咱台湾吼、哦。啊，像这是早前的白话字教科书啊、哦，你要学罗马字啊，你也有教材嘛啊、哦，这是他早前的教材，先做这些的吼、哦。啊，字典有人看过台语的字典无？我嘛是一直教到差不多，啊、哦，咱有少少数的人有捌看过哈、哦，大多数的拢唔捌看过，啊、哦，唔捌看过是真自然、真普遍的现象啦，啊、哦，啊，我读大以前我嘛捌看过台语的字典，嘛是一直教到无台语了才管，哦，原来台湾有遐济台语的字典书店，尤其是一百当前就有啊呢，啊、哦，你像讲。一百当前，一八三七年，就这个福建方言字典，还是讲道家的一八七三年的这个会英大书典，吼，还是讲第一本伫咱台湾家己出版的这个厦门音新字典，吼，伫咱台南出版的，吼，等等呢，还是讲拄只毛人讲到雷音宝鉴，吼，伊是用汉字的这个书典，吼，其实真侪，你来个算算的吼，足侪呢，啊，这拢是啥？差不多拢是民间家己出版的。啊、哦，他拢民间，国民党有出来出版过无？无啦，国民党毋捌甲你出版过，拢是咱民间甲你出版的哦。啊，像这呢看，这是这个福建，这个会英大书店哦，有这个台语甲英文对照的，这个书店哦。啊，像这本呢，厦门音新字典第一本伫咱台湾出版的，伊全部都是用这个罗马字，啊，中有插一个汉字，这个书写哦。啊，过来除了有这个字典之外，还有啥？办报纸、哦，台湾足早就办白话报纸，当时一八八五年就有啊。迄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，咱伫个三四十当中，咱就已经办报纸呢。佫是用白话文来办报纸呢。中国佫伫遐自负作业，咱就用白话文来办报纸，你出版物件，啊，你写小说、创作文学呢，哦。像这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第一张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报纸呢，伊的内容真多啦，吼、哦，跟教会有关系之外，嘛足多，无一定有直接有关系啊，吼、哦，譬如讲有一挂文学的，啊，是讲各地的这个新闻啊，啊，是讲报道等等真多啦，吼、哦，譬如讲吼、哦，其中1886年呢。有一篇短篇的故事、哦、一篇小说呢，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哦、啊，这篇小说呢，伊是写啥？
这个日本的怪书这篇小说呢，伊咧讲吼，有一个人去休伫个客店嘛，哦，啊休伫个即个客栈呢，古早的客栈吼，伊就交代即个头家讲吼，头家啊，你明仔载吼爱甲啊 morning call 一下，甲叫起床吼，哦，要紧的代志爱去办吼，啊即个头家就应好咧，哦，啊隔当天透早时间一个到呢，即个头家就要甲即个人客弄迄个弄门吼，因古早无电话啦，虽然是讲 morning call， 但是你爱本人去甲弄门。所以去的时阵呢，要甲弄门的时候，为窗啊边个影那边吼，你看了怪奇怪呢。伊讲，啊，这个人那遐奇怪，他有狐狸的尾溜哈，他有这狐狸的尾溜，为这棉被被单内底吐出来呢。伊讲奇怪，啊，这是人还是狐狸精？那会安尼？哦，伊就惊呢。啊，尾啊，伊也是提出勇气，就哭哭弄门那边啊咧。啊，弄门那边就讲个皮皮出来吼，啊，这个人去看伊也皮皮出来讲啊。啊，头家啊，你是安怎的哦？啊，这个头家就讲啊，我到吼拄只要翕来时，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。啊，到底你是人还是狐狸精？啊，这个人家发现到这个司机泄漏吼，希望发现到伊是狐狸精，伊只好甲真老实的甲承认啊，是毋讲无毋对，我是山顶来的狐狸精啦吼。啊，拜托个，你毋通甲讲吼，这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吼。啊，你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呢，我会甲你报答。啊，要哪甲你报答？你倒吼，摕寡钱去庙里添香香，迄箱仔顶头甲藏个咧，过当讲互你加倍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头家想闹只好康个代志吼，我若卖讲，啊，我若保守这个秘密会当趁钱，不哩过呢，伊想讲蒙试无白害啦，蒙试看卖呢，哦，所以过当讲只啊摕10元呢，去庙里添香香个箱仔甲藏个，哎，过当讲变偌济？10元变20，嘿，伊想，真正个呢，伊个左20几啊空个，过当天过去变偌济，变40，哦，伊想啊，冒死啊咧，哦，即声真正是赚着啊，真正是狐狸精要甲报答，哦，无甲即个秘密讲出来，但是伊想讲吼，10元、20、40上万啦，我空较济，还空1000元好啊，所以就搁1000元甲安全甲空咧，过当天去变偌济，2000他也无去，伊种奇怪啊，是上体去，无伊阁阁甲藏1000元，过当天阁去，嘛是无去。尾仔伊才恍然大悟，迄是啥？伊个本身啊骗去啦，迄个诈骗集团骗，迄根本都毋是啥物狐狸精，所以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咧。吼，你甲诈骗咧，啊骗本身来甲骗钱咧。哦，你啊看，伊只百话当中，哦，伊写一个短短一个小说故事啦，吼，藏人爱死。唔通成小贪啦，哦，坑人爱注意即个诈骗集团的。结果你看，咱台湾人嘛是真好骗的，即摆嘛是足侪人常常去用骗钱，哦，啊无就骗选票，哦，台湾人拢成故意啦。你看百外当来，要是解无偌济咧，哦，啊像这规个拢白话小说所写，啊当时是啊，1886年咧，1886年咧，已经百外当前咧，啊迄当时就用白话咧写作来咧，哦，啊过来。除了写作的创作的之外呢，嘛有啥？嘛有翻译的呢。咱一百年前，迄当时就甲欧洲有往来呢，透过传教士，啊，对着欧洲因的历史、因的故事文、因民间故事啊，好，因的文学作品也好，就拢开始有滴认识啦呢。譬如讲，1915年，我有看现着一篇这个叫做《土摊》啊，《土摊》啊，这篇呢是讲啥呢？伊是翻译这个。灰姑娘啦，啊，嘿，辛德瑞拉啊，这个灰姑娘台语版的，你看，伊就把这欧洲的这个格林童话呢，大家翻译做台语的。1915年呢，中国搁咧知乎之类的呢，乌色还搁咧困的，还唔知影通白话运动的呢，咱就已经开始怎啦？你了解人欧洲的文学是安怎？啊，咱就咧用白话文来办报纸，来咧办刊物，来咧创作。哦，啊，咱台湾有文学无？当然嘛是有，哦，是中央买啊，日本来，佮中国党来了，才希望糟蹋，甲咱消灭掉的。佮来，咱拄则讲的是短篇的，诶，长篇的嘛有呢，几本册嘛有呢。吼，哦，像讲这个《大人生》啊，哦，不，这是郑克盼哈，郑克盼的这个《出师线》，1926年。也是讲我拄则讲《乱人生》，迄毛出呢，可爱的修人等等嘛，真侪篇啊。哦，像这呢，
迄几本嘛是拢台语的小说呢，哦，完全是咧用，就是用台湾的白话来咧书写的一个小说啦，啊，所以像进前迄当时黄春明，迄当时我甲伊抗议，就是伊拢黑白扭曲着台湾的历史呢，哦，啊办迄研讨会，讲是台湾百年的小说，完全无讲到咱台语的客语嘛无，拢无讲咱正讲台湾的文学啊。啊，拢伫遐铺讲吼，拢是因遐中国人来了，较有台湾文学个，啊，啊，黄春明嘛是呢，讲吼，啊，台语是要怎写，台语也无多写，哦，诶，啊，这敢毋是作品，哦，这拢证据呢，啊，这即摆嘛拢有搁有重新出版，哦，各位若趣味，啊，即、这个台南金门出版社，因拢有甲遮拢重新出版出来，啊，搁有附即个汉语翻译，汉语对照，哦，啊，过来，请这。文化评论的册嘛有呢，啊，十项关键，蔡培慧所写，1925年，啊，十项关键，吼，伊就针对讲台湾文化要安怎才会发展，伊提出十大个看法出来，啊，规本册拢用白话字写，用罗马字写，拢用白话，啊，啊，这呢，这即个五三年基金会，伊嘛出迄个蔡培慧专辑，内底嘛有收录，嘛附迄个汉语个。的版本，各位有趣味，拢有当去看，哦。啊，过来，医学的嘛有呢，唔是干讲文学尔呢，哦，像讲1917年，即、这个戴锦修，哦，医生呢，伊编的即个台语的医学教材，哈、哦，叫做《内外科看护学》，规本拢用台语写来呢，讲咱人的身躯的构造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安怎安怎，诶、欸，中国搁咧主导伊呢，咱得用白话文来咧办，来出版医学的教科书安尼，哦。啊，你过来，数学的教科书，1897年、1897年呢，中华民国还袂建立的呢，还佫满清的统治时，咱着用啥？用白话文来咧教数学啊呢？哦，这数学课本呢，哦，这吼、哦，好佳哉，我以前伫淡水教会捡到的，遐揣到的吼，遐、哦、这已经吼火烧烧一部分去啊，哦，这必选的数学吼。哦啊，记写法度吼，教你安怎算数就对啊。啊，这必选的材料，古早的数学课本呢，百外当前的数学课本呢，啊，你用台语写的啊。啊，啊，以上这咱是简单的介绍，讲过去真济啊。啊，啊是甲日本人来，甲中国人来了，伊拢甲这历史甲你糊掉去，甲咱禁止，啊，所变成咱的，咱这后代的人拢唔知影，唔知讲过去有这物件，啊。啊，其实嘛，毋是无人知啦，只较少人知尔啦，啊，较少人知，因为伊着教育无要甲你教嘛，所以变成拢是体制外非教育的情形之下，偷偷咧流传，哦，啊，现处是搁有台语文的杂志无？有哦，台语文的团体有无？有哦，嘛足济呢。比如讲像咱这個文学杂志吼，比如讲台文通信、台文网报，哦，啊种海岸台语文学杂志，哦，台文正线，嘛拢搁有伫发行呢。哦，即摆嘛拢搁伫发行啊，哦，还是讲《首都时报》嘛拢有啊，啊、哦，嘛是搁有真侪人坚持要用家己的母语来书写的啊。以上咱介绍则是台语的部分，啊，客家有无？嘛有呢，是讲客台语专刊，当然这份是已经停刊啦。啊，再来文学客家，还搁有伫办呢，文学客家，哦，伊嘛是主张用客语来创作伊的文学，哦，所以搁嘛是拢搁有存在啊，哦，啊是安怎？是干咱个中国党个政府伫干咱打暗名嘛？哦，无爱互你踮正式个教育内底当生存嘛？所以是安尼呢？哦，毋是无呢？哦，啊，为虾米遮历史咱拢毋知影？包括过去我读大学以前，我嘛毋知影。大学嘛爱甲台语个，阮开始母台语写了，哦，阮才为青面有变成一个正常个人。为虾米安尼？啊，着中国党无爱互咱捌家己个历史嘛？就等于讲。啊，咱厝阿公阿嬷的历史是安那，爸爸妈妈是安那拍拼，无啊，互你知影。哦，啊，伊就是安尼外来政权造成咱大家拢变青面嘛。哦，啊，伊就拢要叫你读中国册嘛。啊，中国册拢因写个啊，中国历史、中国语文、中国文学，啊，拢咧抱因中国人个啊。伊就要互你建立啥？要甲你家己个价值消除掉，要互你个文化自信心拢无去嘛。啊，就拢啊感觉哦，中国较伟大，中国较高嘛。啊，外来政权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啊，拄只介绍的是，我咱台湾的情形啊，啊，接下来呢，
啊，咱就会针对韩国、越南的来做一寡介绍吼。即、這个越南有一个历史学家陈仲金啦吼，伊就捌讲过，陈仲金这是即个越南近代吼、哦，算是第一个用越南罗马字来书写因的历史，家己的历史，佫是用因家己越南人的观点来写越南历史的人吼，淡薄仔类似台湾史的即个书名，也是王玉德等等这些前辈啦吼。啊，即陈仲金就讲过，过去呢。中国咧统治越南迄段时间咧是安怎？啊，无论大人囡仔，去读册吼，拢敢学中国史啦，拢无咧学本国史啦。啊，写诗、写赋、写文章，拢嘛爱根据中国个古典啦。哦，啊，对着本国代志拢无要提起啦。啊，认为讲吼，啊，了解本国个历史无路用啦。各位啊，伊即段话拄啊好，就亲像咱伫讲咱台湾人同款啦。咱嘛是讲。去到学校读册，读中国史、中国地理、中国文，哦，到到今嘛无啥物改变。你讲即马台湾民主时代嘛无啥改变呢？你去到学校，强迫你都爱学用中文啊。咱即马干小学啊，一礼拜一节，你会当选台语还是客语、原住民？剩咧过就无啊啦，中学以上都拢无啊啦，哦，甚至到到大学，佫必修国文呢。平均册像成大佫要求必修国文爱四个学分呢。啊，有必修台语还是客语，即个母语无呢？拢无呢？咱含选择的机会拢无。各位啊，恁知影咱的隔壁厝边，即、這个马来西亚吼，即个马来西亚咧，我今年八月拄好去做调查吼。一般拢想啊，马来西亚比咱较落后个，哦，比咱较无民主呢。但是恁知影，马来西亚伊主要是啥？马来人，哦，啊，伊的国语是啥？马来语啦，吼。遐华语，伊个华语毋是官方语言，喏，嘛毋是国语哦。哦，伊个华语它占两成，它20%个华语喏。但是马来西亚个政府尊重伊马来西亚个华语，伊能当办啥？办华文个小学、中学，你个小学规个拢用华文上课，伊佫尊重你呢。伊拢总偌济华文个小学，恁知无？1300间啊！马来西亚才2-3千万个人口尔。因的华人差不多500,000人尔呢，比咱人口较少500,000人，伊会当温存因成立1300间的华文小学。啊，咱台湾呢，你有台语学校无？有客语学校无？拢无呢。我的囡仔若要求政府予伊有受台语的教育权利，拢无呢。安尼台湾敢算民主社会？假的呢，台湾是假民主呢，无影真正是。真正民主呢？你看马来西亚就当做甲安尼，啊，咱台湾做袂到呢。咱今年6月13，台湾的真侪社团，30几个社团，去教育部甲抗议，要求爱兴咱台湾语文的教育权。伊讲哦，这若增加这时数了，会造成囡仔负担嘛？讲哦，迄台语课这增加时数会造成负担。讲维持现状就好，一礼拜一节，啊，干那小学有尔，讲安尼就好。啊，结果呢？过无几工，伊就先宣布啥，你知？讲高中吼、哦、国文课呢，高中爱增加迄个中华文化基本教材4个学分呐、啊。嘿，爱读4书5经，爱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，爱读4个学分，爱分4个学期哦，分2档去上课。嘿，啊，这有恶质啊，无恶质啊。啊，这都拢未增加负担哦，迄个必修4个学分呢。啊，咱讲要求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这母语爱增加，啊，互人选。予人选择会受教育关系，讲爱增加负担啦，足莫名其妙的呢。啊，这着啥？这着外来政权啦，外来政权的想法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好。啊，所以呢，像这咱拄则讲的，我嘛做一个统计吼。平均册呢，华语啦，为小学甲大学啦，一个学生吼、哦，一礼拜差不多上17至24节啦。你取一个平均册，一礼拜20节的中文课啦。英文嘛，阁有12至16，啊，咱母语课啊，一节尔啦，安尼有夭寿啊无？实在足害的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过来呢，咱接续来吼，咱来讲这个韩国甲越南的情形好啊啦吼、哦。这个先针对韩国的来讲啦。
这个韩国的文字呢，我想真侪拢比较看，因为即摆韩出真侪嘛，韩国的电影啦、戏出啊真侪，然后这是因的韩国文字哈。啊，因这个韩啊，像这嘛是哈，这是十当前李登辉讲这个两国论的时阵呢，啊，韩国的报纸嘛甲报出来哈，因差不多无用汉字啊，拢用这种叫做韩文、韩国的文字哈。啊，这个韩国呢，大家唔通想讲，因古早就拢用的啊，唔是哦。伊这韩国出头天是差不多五十当来的代志，嘛差不多1945年以后，日本退出韩国以后才开始的，差不多五六十当才出头呢。因过去呢，嘛是用文言文，哦嘛是爱用知乎者也用文言文哈。啊，伫差不多15世纪的时阵呢，因韩国李朝世宗吼，就这个当相这个人，伊也讲吼，这无啥对嘞。韩国人是韩国人啊，哦，韩国话甲中国话都无同嘞。啊，你用这個文言文要来描写韩国人话吼，诶，迄个开口写袂出来，所以就要求一挂韩国的学者吼，去创作一套新的文字吼。啊，这套文字呢，后来就叫韩国的韩文、谚文啦吼。啊，伊这个韩文呢，伊创作好势了，一数数量呢，伊就公布叫做训民正音吼。所以咱即摆看这训民正音，就迄当时的。等于是公文呐、啊，伊公布要采用这个韩文，诶，一个公文吼、哦，啊，这公文有两个版本吼、哦，诶，一个是全部用文言文，一个是用文言文加这个韩文对照的吼、哦。啊，伊虽然有公布，但是咱唔通想讲啊，是毋是自迄阵了，因就开始拢用韩文？唔是，伊也未正式公布进程，就开始有人伫反对啊。有人知影讲，伊要创造新的文字，就出来反对啊！吼，伫1944年2月，伊个李朝一个集贤殿的副提督呢，叫崔万里。崔万里这个人呢，伊就上书反对推行韩文。啊，为啥伊要反对？啊、哦，伊有工作的理由啦！哈，其中呢，第一项的理由，吼，咱来看伊原文，伊原文就是用文言文写的，吼。伊写讲吼，五条自祖宗以来，自成时代一尊化者，哦，意思讲，咱来一尊化者啊，一个中国啊，对中国行，哦，啊，咱唔通创造这无路用、无水准的这韩国字啦，啊，对中国用，啊，对中国用就好啊，用文言文就好啊，因着大中国的文化政策啊，伊的思想是安尼啦，所以迄当时的韩国人，伊其实也无家己的啥物主体性的思考呢。像这副提这个啊，崔万里这个人，伊就安尼认为啊。啊，当然呢，这个伊虽然反对，伊嘛找真侪人来反对啊，但是这个李世宗也是真坚持要推杀，所以他推杀真十当啊。哎，过几十真十当了，伊就翘起啊。李世宗翘起了的，哇，无机会啊！伊翘起了嘞，因宫廷就来斗啦，哦，两旁的人伫斗争呢。啊，伫斗争的时阵，都。有人会写乌函嘛？写乌函咧批评对方就对啊。啊，迄当时的乌函呢，作者拢是用啥物写？拢用这套韩文。为什么用韩文写？用韩文较简单嘛。哦，你若用迄文言文，无几人看有啦。啊，你用韩文足好学的啊，28字要用用就好啊。所以迄当时的这个乌函作者拢用韩文写。啊，尾啊呢，这个其中一旁的叫燕山君一旁的呢，摕到正官了呢。伊起来做皇帝了，伊就讲下令禁止，讲从此也袂使用韩文。为虾米？因为伊惊吼，一般老百姓若学向韩文了，就捌字啊嘛。啊，捌字了呢，咱过去古早也无电脑啦，也无收音机，也无即个大众传播媒体像即摆遮普遍啦。所以会向捌字是唯一的一种传播媒体的即个工具咧。所以伊甘愿讲吼，互老百姓拢变青面牛啦。会变青面无要紧，啊，若无吼，到时拢逐工拢伫遐写文章，甲骂就好啊咧，会危害到伊政权啊。所以伊个想法就愚民政策嘛，互老百姓做戆牛啦，哦，互伊担规世人个，会担，互伊拖咧，互拖规世人个。所以伊呾开始禁止用韩文，所以从此以后韩文呾呐，互拍入冷宫，袂使公开使用，剩少数个徽商啦。还是讲一寡较唔惊死的查某人吼，私底下伫用安尼尔，伫正式的台面上袂当使用。
一直到当时呢，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后，日本伊统治韩国，恁知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，过无偌久嘛，伊占领韩国嘛，啊，台像种朝鲜呐，吼，有个朝鲜占领起來，所以当时韩国人才开始思考讲，欸，咱要推翻日本人，吼，咱爱有爱做这个民主的这个思想的推广啊，吼，你要推广的时候，你要用啥？上好当然是用韩文啊，你若用日文，迄有民族精神。无下嘛，对家己个民族意识无下咧。啊，你要用文言文，无几人看有咧。上好就是用韩文嘛。所以伊迄当时才开始讲讲啊，安尼咱来推销韩文。啊，而且用韩文要办报纸、要办啥，加足方便个。二十八字母尔，无像讲过去，哦，你若要办中文个报纸，你还搁了刻去刻去办，足麻烦个。所以呢，因才开始讲哦。啊，1945年以后，日本撤退了咧，过无偌久，因韩国独立了，因就恢复使用家己的韩文啊。啊，大概情形是安尼吼。过来呢，咱再来看，咱再来讲越南的情形吼。这首汉语的诗呢，是啥物人写？各位要看问，这啥物人写？唔是阿扁啊写的哦。哦，这是《狱中日记》吼，《狱中日记》吼。吴志明哦，是这个我们国父吴志明所写的《狱中日记》啊、哦。虽然不是阿扁啊写，不过同款嘛是迄个中国党甲关伫人啊来的时阵所写的啊、哦。这是吴志明，他伫1930年代，吼中国国民党，即我无甲玩弄的是真正就是蒋介石下令，甲关伫广西，关头一冬啊、哦。啊，为什么国党要甲关起来？因为迄当时咱知影吼。迄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啦，啊，这个吴志明呢，伊就去足侪国家，包括去中国，要找支持吼、哦，啊，要希望讲中国迄边会当支援伊来推翻这个法国的帝国主义啊、哦，所以伊有去甲中国国民党啊，佮中国共产党拢有直接过，啊，当然蒋介石怀疑讲吼，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尿杯啊，哦，所以佮掠去关啦，关伫广西关头一冬哇吼。啊，所以这是伊从关的时阵所写的《狱中日记》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吴志明伊用这個，伊想哇，咱想讲，伊会用中文吼、哦，其实伊毋是会用中文，伊会用汉文，但是伊袂用中文，安尼知影吼、哦？汉文甲中文是无共的物件。吴志明写这伊是用越南话读的啦，伊是用越南话读，伊毋是用中文，而且这种是汉文吼、哦，这毋是中文吼、哦。啊，咱用这个要过看，就讲。越南过去嘛有用汉文，吼、哦，伊嘛是写文言文，啊，但是伊发音是用越南话来发音哈、哦。比如讲，像讲这个，像讲这个东西啦，吼、哦，东西你用越南话买的来读嘛是会通啊，啊、哦，譬如讲像这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啊、哦，伊讲“床前明月光”，吼、哦，安尼越南话是讲“床前明月光，你提点头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啊、哦，这是越南话。啊，基本上你越南话来读的阿文嘛是拢会阿，哦，嘛是真相拍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这是这个越南因的情形大概是安尼啊，哦，啊，因较近代诶，这个是安怎呢？啊，因伫这个上古早中国统治的时阵是用这个汉文，哦，啊，因互中国统治超一千年，啊，佮接续来十世纪。哦，到个19世纪呢，他嘛个另外一清单嘞，是因个封建王朝。啊，伫封建王朝时，因大多数嘛是用汉字啦。哦，啊，当然，伫这当中呢，有少数因个家己皇帝有嘛，冇想要推翻汉字，冇想要用越南字，就是因家己创造个字叫做越南字吼、哦，意思是南方个文字个意思吼、哦。啊，过来伫差17世纪个时阵，传教士去比较越南个时阵，冇甲罗马字炸去。啊、哦，这是越南人的大概情形吼。啊，到个法国人，啊、哦，为19世纪后半期到个1945年这段时间呢，法国的殖民地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行动法国人主要是要推销法文啦，但是伊用文伊会当用越南的罗马字，哦，啊，过来1945年，啊，这个吴志明呢宣布这个越南独立了呢，伊就随宣布爱恢复家己的母语，也就是越南话。
啊，过来伊要推行即个越南罗马字，无要推行汉字啊。哦，大概伊个即个历史是安尼吼。啊，伊个即个越南的因近代即个文学史观是安怎呢？咱即嘛小可大概来看一下吼。啊，越南人因即卖主要历史史观吼，文学史观，因认为讲越南文学是当时开始，是为越南建国十世纪建国以后才开始算。啊，过去中国人统治之下，吼、哦、啊遐个。足侪用汉文写诶，遐个册、遐文献，遐要算啥？因就迄是统治者所写诶，而且是统治者为着因诶统治诶需要、统治诶目的所写，所以伊认为遐毋是越南文学啊。啊，但是因甲当作是历史诶史料来看待，啊，迄是历史诶文献、历史诶史料，但是毋是越南文学，因遐无越南精神伫遐。哦，所以因认为越南文学是为十世纪以后才开始有啊、哦。啊，过来呢，文学内底也分作古典甲现代。哦、啊，现代当然是以这个法国人来以后，算是现代文学。啊，若过去遐是古典文学。啊，古典文越南人因咧讲古典文学的时阵是讲啥？因拢会用越南的角度，因咧讲拢是差不多字南文学啦，也就是用越南人用南话，啊，佮用越南字在写遐文学，确实越南古典文学的主流啦。啊，这部分甲咱台湾都无共，咱台湾人吼。拢受，尤其一寡台湾文学研究者，拢是中国头脑，拢用中国观点，甲一寡啥物啊，新公文啊，哦，啊一寡中国个人呢，一寡中国文人啊来遮啦，哦，漂流来遮也好，或者是讲来遮有任务来遮咧探勘，要采流磺个，也是来遮佚佗，也是啊来遮互贬官来个，来遮无偌久着佫转个迄种呢，讲迄拢是台湾文学个古典文学啊。迄若徛伫外人角度讲，迄种中国人文学，迄那是外人文学，啊、哦，啊，颠倒咱正港的台湾的古典文学，像咱拄仔看迄种歌词文学，煞拢从迄角点边啊啦，拢无受着注重啦，啊，这就是啥观点的问题嘛。台湾文学遐研究者拢是用中国的观点来咧看台湾的文学嘛，啊、哦，颠倒主要的这歌词文学煞拢从看轻，无受到重视，哦。啊，再来，源于现代文学，当然是基于法法语以外，哦，用越南话，啊，佮用越南罗马语来创作个即个文学，迄是因个现代文学。啊，那法国统治时阵用法语书写，遐有算啊无？基本上越南拢无算，因认为迄是过渡期尔。所以你真正你来问越南，因也讲着因近代越南文学。伊一定拢是经迄种用越南话写的，法语写伊拢无要解算，啊、哦，啊，咱越南是安尼，啊，结果咱台湾有啊无，啊、哦，好，啊，过来呢，最后吼，迄、哦那个这段历史，才一定爱讲到的吼，这个，各位一定会真好奇，为什么当初是胡志明要用越南话？那为啥伊要废除汉字？你头壳真清楚啦！哦，啊，即甲即段历史嘛有关系，咱就来讲即段历史嘛。伫1945年，蒋介石代表联军接收台湾以及越南，即段历史有关系。咱过去读历史的时阵，教科书拢甲咱讲，啊，1945啊，着根据开罗宣言嘛，啊，台湾着回归祖国中国啊。啊，请问开罗宣言有效无效？伊无效啦，迄开罗宣言哪有效？迄咱各位去问秘书长，伊就上清楚。开罗宣言，迄是一个，顶是个记者会尔。迄那秘书讲，我开一个记者会，我讲吼，我讲即个最近足穿的水桶啦，哦是阮某，还是阮女朋友，有效无效？阮宣传，阮讲就无效啦，对无？迄是单方家己的想尔，但是要安怎迄台根据战后的合约嘛？哎，合约较有效啊！你来根据旧金山合约，还是讲解个签啥物合约，唔才有效。啊，这个蒋介石伊会当来台湾，根本是啥？伊是麦加索要求伊代表联军来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上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，是安尼呢？但是后壁越南部分，咱历史拢无要甲人讲。啊，即我过去嘛唔知影，是一直到今呢。我几若当前去越南做调查，去拄到一个越南老兵，哦，伊亲身拄过这段历史，伊甲我讲，我才知影，啊了才开始收集较侪资料，吼、哦。
啊，这段历史是安怎呢？就是讲，伫1945年迄当时呢，胡志明其实伊就听到风声啦，就是日本天皇要袂投降进，伊就听到风声讲日本连年要投降啊。投降了，有可能越南甲台湾的同款，拢会交予蒋介石来接收遐日本军啊。啊，所以就真紧张啊，伊就积极去筹备这个啥起义起义哈。所以呢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真正正式宣布投降了呢。胡志明伫越南是发动啥8月革命、8月革命，所以各位恁若去越南，迄、那个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路叫做8月革命大道、8月革命大道。伊由来就是安尼，8月15日，伊发动起两礼拜之间接收全越南，所以咱即摆看到这地图吼，一点一点，迄就是伊个大城市拢接收，起义成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随宣布啥，随宣布越南临时政府成立，啊，过来，伫过。9月初二，胡志明遂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，越南民主国成立。啊，为什么胡志明卡手要遮咩？因为有眼光啊。伊就是安那，撇免讲蒋介石军队起来的时阵，啊你越南无一个头啦，无一个对外合法的单位啊，啊到时呾任人宰割啊，随在人撇只落腹啊。所以伊足紧的遂宣布临时。政府成立，佮9月初二遂宣布越南独立。啊、哦，啊，这个，啊、哦，咱即摆看的相片吼，就是讲8月15日以后呢，真正麦克阿瑟就叫蒋介石来越南嘛呢。啊，伊蒋介石就真正派20万的军队，啊、哦，为芬兰遐，哦，派20万的军队去要接收越南啊、哦。啊，咱即摆看的这是相片，即为越南遐挖出来的相片啊、哦，这是蒋介石的部队呢，来到越南海防的所在，因为。这集结哈，啊，这是呢军队要去荷兰的这个相片哦，啊，这嘛是军队伫海防吼，啊，上时阵南部是由这个英国的军队来占领哦，越南方切做两边哦，啊，这是迄当时越南的游击队因所做的这个通报器，伫通报讲，诶，这个国民党、中国党的伊个军队已经走甲倒去啊，吼，啊，这个中国。国民党伊个军队20万的军队，去到越南了，发生啥物代志？两大方面啊，第一，抢夺当地粮食啊，伊要求胡志明爱甲粮食，就是讲伊这20万的军队是要食、要穿、要用的，拢个越南买单。哦，啊，越南买单就是啥啦？伊就爱收刮越南的粮食嘛。啊，迄当时越南拄战争结束，啊，拄好啦，伊南北的铁路也未通，南部的米无都运去北部，啊，北部佫收成欠。欠丰收啦，啊、哦，收成无好，所以伊已经欠粮食无够用啊，粮食无够通食，但是爱去供应蒋介石伊的需求咧，所以只好啊，胡志明就下令，啊，叫大家人民啊，把粮食交出来啊，哦，你要交一定的比例出来，啊，所以就真侪人枵死，听讲超200万人枵死，200万咯、哦，哦，啊，这最近日本人嘛出一本专册，几当前出一本册咧调查，迄东西到底是安怎，所以东西间接上。因为安尼夭死才200万人，这比咱是八死的人搁较济，近啊十倍呢。啊，所以伊当然嘛足袂爽的啊。啊，过来，蒋介石介入越南的内政，伊讲吼，啊你是安怎卡手遮咩哦？啊，你敢成立越南国哦？哦，啊临时政府哦？哦，啊当然伊嘛，既然成立啊，伊嘛唔敢讲安怎，伊讲啊无安尼啦，你遐释出娘一半出来啦，你的国会啦，你的政府啦。遐官员释出娘一半出来，啊安怎？互我越南国民党的人来做官，啊来做国会议员。因为蒋介石伫越南嘛扶持越南国民党咧，所以国民党吼，咱平时拢敢讲国民党咧，安尼混淆视听。中国党咧，中国党啥物国民党？越南嘛国民党啊，伊较早扶持个啊，哦，啊所以因就是要介入越南的内政，伊就暗算啥？把你越南架起来嘛，吼、哦，把你越南变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啊。啊，好佳哉！因为胡志明去互关过，了解因的野心，所以当咱俗语讲吼，拍断手骨连刀用。好佳哉，因祸得福。胡志明伊嘛有食过中国党的亏吼，所以呢，知影蒋介石的野心啦。所以想讲，哇，安尼袂使呢，你介入我内政，啊，佮害我200万人夭死，啊，伊变呐，想办法要赶走嘛，啊，变呐，把蒋介石赶走。尾仔呢，胡志明呢，伊就想到一步，伊就去找法国，私底下甲法国人谈，讲安尼啦，
我欢迎你法国继续回来统治我越南，因为他知道法国也很想要回来统治，真正就法国的殖民地嘛，用我欢迎你来。但是呢，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跟蒋介石只有一个人在留在越南，所以你要来，你就要把蒋介石赶走。啊，法国想，这步也不错呢，这也不错，所以就去找蒋介石谈谈条件。啊，尾啊，伊毛谈，伊就甲法国就甲蒋介石讲讲，你若退出越南呢，咱过去呢，中国甲法国之间签的遐不平等的条，拢废除掉去。蒋介石听听嘛，哎嘛不错呢，所以尾啊达成因的交易，所以尾啊过当年蒋介石遐，甲为越南偏啊猛的走。迄当时因签约，这就是1966年3月7日，因签约一个这个六三协定啦。越南跟法国签的一个协定，这是那个东西签约的一个相片。我们以上说的 这不是我在广告的，不是广告的，这是真正越南的教科书都有，这是越南的历史教科书，历史十二，这是高三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呢，他就说到北纬16度以上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来占领，所以刚才说的那大多数都是这些历史都有，当然有更多是我为其他的资料找来的。这个胡志明呢宣布越南独立了呢，伊隔六天伊就是宣布要恢复越南话，嘛要推行越南文啦，越南罗马字吼。所以迄当时伊就有一个方案，就是要扫除青面具的方案。所以就鼓励人庄卡去都市啊，去拢爱去学这个罗马字，像这因的庄卡啊开始学罗马字，甚至呢因的游击队吼伫烧台的时阵，穿坑的边啊伫休困的时阵呢，伊嘛爱学这个罗马字。因为游击队嘛是伫学咧，对家己母语人